房来。好，直接二房，三、嗯、四，哎。关系，我是休止符少算了一拍，我后面已经没音了，然后我以为已经结束了。所以那个残音就剩下第二步还是谁？第四步，二三四跟 bass，、嗯、然后一直要盯到最后这样。是的，那至少还有两个人可以撑。不是这样的，我们比较大师。每一个都很重要。我认为啊，像蔡老师，你后面主旋律落在你身上嘛，对不对？哒滴哒哒滴哒。就一哦。对对。听起来很像是。就是啊，就是。其实可以吹的，可以吹的在那个，再像音乐的人要稀薄一点。就是因为我想的跟你不一样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情绪他已经唱过一次了，你再回来就是 OK， 心情已经平复了。只要跟他是有些些不一样。对，其实你不用吹的特别要大声，我觉得就是一个，你刚刚是 solo 版，你现在有点像是乐团版，就是。好像小提琴一部都在拉，然后加那个弱音器的小声，所以你气可以省，然后声音是漂亮，可是听起来很松，就是比较没有那么激动。德布西，德布西，我上面写个德布西。可以啊，提醒自己。可以，就是那样子，就是，所以我才说稀薄，我觉得那种情绪可以加进来，你就会觉得哦，我又可以省力，然后又好听。我刚刚就想说，哎，这好像声乐的哦。我想说，哎，我虽然没唱，你就是没话，你就是主题重现啊，你当然。然后，所以像，所以蔡老师像你的那个啊，你的这个主题有一个渐强，西瑞发嗦拉发，对不对？后面大概第五小节吧，第四小节。有有有。对不对？像这次，因为之前声乐唱音就是会冲上去嘛，你的话，你这次就是这样轻轻的，好像要上去，可是没有真的很大声，就是你的情绪就会是你讲的呼吸。就是好像要上去，可是没有真的太大声，这样就好了。哦，因为我刚刚听的是要整个的尾端要结束，就对气氛。对，有点像是，所以我才说讲的一文一点，就是好，已经泪已干。就打这首歌是在流泪哦，前面没有啊，这是这个，这是我们自己想的，我自己想脑补，这就是脑补。哦，就是好，这是今天的关键词。夕阳要下山了，夕阳要下山了啦。就是那个事情已经发生十年前了，现在已经就是你知道泪已干，人老珠黄了。不是，就是有已经干，已经对，已经干了，这样好不好？所以不用太澎湃了，好，这次不用澎湃了。